个拿着手机的那个的人。我这次是有备而来的，因为我们以前去都嘛匆匆忙忙，有没有？但是这次我敢，我要干嘛？我要来去捡物件。我们到了，我们现在在台中高铁站，然后呢要坐车前往彰化。现在我们来到了龙山寺。龙山寺这里有一个非常特别的一个地方，就是它这边的感觉，寺庙的感觉啊，非常的宁静。我们现在就要去里面参观参拜一下。看这上面这个，非常对八卦藻井，八卦藻井，它真的非常古老，上面很多颜色虽然有点斑驳，可是它都还是很完整的呈现出来，我觉得真的蛮震撼，第一次这样看到。你会，你像对自拍，对 ，You got it。我们现在从龙山寺徒步走去一些巷弄，然后去寻找美食，因为我刚刚一路上就已经觉得饿了。我们现在在山行街，生活所有的一切都在这发生。阿正肉包，耶、yeah, ！买到肉包了，你们看。哦，我等一下一定要好好的享受。我们要来坐三轮车了，跟妈妈说耶！现在我们坐的这个三轮车呢，是鹿港这边非常特别的一个交通工具。它在路上可以横行无阻，没有啦，还是要遵守交通规则啦。哇，我们来到市场了。就是一整天 all you can eat 哎，你可以狂吃，因为它的早市到晚上宵夜都有。我现在看到肉圆了，然后我要来品尝一下彰化最有名的肉圆，因为它是炸的。这个看起来皮超 Q 的，很有韧性。嗯，好好吃哦。哇，你看这边好多古墙哦，因为这是什么地方？这里是一个别墅哎，好特别，跟我想象的完全不一样。我会以为是一条很完整的大街，就没想到是这种细细小小的那种巷弄。这个很适合就是来冒险，然后探险。好，我们现在要进入一个更小的巷子，我不敢相信车子要骑进去了啦！真的很冷，你就拥抱隔壁的。我现在好想吃包子，好冷哦！漂亮，享受美食的时刻。嗯，在这么冷的天气，然后用力唱完歌以后，吃这个东西真的是蛮满足的。等一下就是从这边起点，然后到终点。啊，等一下我们还是会原路折。我们要来进入摸乳巷了。
来呀、摸到什么了呢？哦，摸到两边的墙壁，非常有历史感觉。因为这边的那个风很大，所以呢，他们的巷弄就会比较窄，因为为了要挡风。然后对面有人来了，我不知道我们该怎么办。我们要来面对摸乳这件事情了。哎，要摸吗？还问人家问客人、路人那个女人们要摸吗？哦，因为这里是摸乳像不是吗？你为什么不问我？没有，因为这里是君子像嘛。我看你就是正人君子。我好不正直。妈妈，你不要那个亏女。妈妈，谁来这边绝对畅行无阻？田馥甄。不是不是，你知道谁来这边畅行无阻吗？是啊，瘦子，因为他是瘦子。哦，这里你看，竟然还有一个小店呢，金宝。对，这里会有个小店。金宝，你要进来，这是生活小店。金宝有戳戳乐哎。菜园里李吴元仲，摸乳像李吴乳摸，是在说我吗？对，我就是吴。我们现在来炒什么？肉羹泉啊！我从小最爱吃的是麻鸡。然后我们点了，就是这个鱿鱼羹、鱿鱼肉羹，哇，跟照片看起来很亮。然后还有这个猪肉炸，哇，它真的很酥，你不要以为它泡在汤里面就已经整个这样 drinky， 没有，你咬进去的时候真的很酥，它里面都酥到底。你看这个鱿鱼。好大一块哦，这只鱿鱼好肥厚哦，吃一口，嗯，咬起来很扎实，口感很够，好爽。继续的哈，对，继续，我要再吃一个。我现在要来吃这个面线糊，它非常的素雅哦，非常的素雅。嗯，好古早的好味道。它有红葱头在里面，然后就熬过那个汤，还有柴鱼的味道。等公车。桂花巷就要唱一首。有两个人帮我唱一下，这里没观众。我们刚刚吃完了肉羹泉，还有面线糊，然后呢，我们现在要去找阿公打弹珠，就是在鹿港老街里面。然后呢，因为我们这边离巷尾比较近，所以我们从巷尾进入，走。嗯，所以一半在给那个有钱人用的，一半让大家用。阿公香肠啊，阿公香肠，开始了，开始喽。30+30，60，不毛加油哦，你好有力哦。哦，再加一个20。小编没电了吗？来，这里有插头。来，插一下，插一下插头进吧，你感受一下哦。我这里很有感哦。哦，好舒服哦。你不要拔出来，你不要太小面，你不要笑得我很像觉得谁会被电的。哎呦，我的妈呀，头好痒哦。我们现在要来买素猪芋圆的，对，可以带着，跟我们。哦，他现在在包，他刷的是猪油，这样才会香。然后再包肉馅在里面。哇，这个我一定要吃吃看。我要去买肉丸了。150。150。我们现在终于来到了鹿港最有名的天后宫。
不是天后后来这啊，我就是天后本人，厚脸皮，超厚脸皮的。然后呢，因为庙其实庙就是在大家生活的信仰、生活聚集的地方，所以这边全部都是吃的。你绕一圈就知道了，所有好吃的都在这一圈。我们等一下就要去吃蚵仔盖饭，那一碗吃下去，我可以撑到半夜两点半。走。我现在要品尝那个刚刚出炉的素猪肉圆蚵仔丸。好古早的老味道，非常古早的味道，有那个红葱头的香味，然后芋头的香味也在里面，然后还有里面肉丸的肉的香气。我们现在在天后宫旁边斜对面的阿道科仙科，然后我们点了这个，就是我刚刚说的，吃完这一碗，我可以唱到半夜两点半，我会精神百倍。虾猴酥，虾猴就是黑菇，对不对？黑膏哦，猴子虾猴。我试试看哦，有够酥脆，真的很像虾味鲜，因为它虾味很重。我来吃这个蚵仔，香哦，它那个酱。哦，有够酥的，饱喝足了，现在真的超饱的，好幸福。姐姐现在要回到饭店去梳妆打扮，变成女明星，一会儿在台上热力四射，好老土哦，我的妈呀！今天是一场摇滚的感觉，好不好？阿伟见喽，姐姐要上去唱歌喽，让我们欢迎。吹来，然后真的突然有一阵大风，我真的有一阵觉得自己好像快被吹走，好像应该吃的不够多，下次又有理由可以继续再吃了。鹿港，下次再见。姐姐今天玩得很开心，谢谢你们的鹿叫声，啾咪。